以后说标准定的也很规范，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标准定的更加精细化一些，是而不是让各航空公司各自去制定自己的一种标准，这种标准非常不一致的，非常非常不一致。你像美国的话那就非常明确，你只有两次啊，两次以上那就真的把你落黑名单，一次 OK 我就可以提醒你，哎，可以提醒你，可以告知你，可以警告你，甚至可以行政处罚，可以罚款。那么两次的话呢，更多啊，对了，甚至这个禁飞的时间可能一到两年，甚至更长时间都有可能。那么我们这个标准怎么去把握？而不是说各行公司自己去各自的去理解、各自的去表达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标准的问题就很现实的。嗯，我们再来说最后一点时间啊，所以说现在国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飞行呢，虽然说不同航空公司都有，但其实呢，我们跳开看行业而言，最近国家旅游局也发布了旅游黑名单。有两个乘客，一个是谩骂殴打导游的被列进去了，还有一个在三亚违规拿这个小摩托揽客的也被列进去了。那说列入旅游黑名单有什么处罚呢？他现在正在研究，有可能是。